就台北市还未飞机套，台北客家社区太好主办个，所以爱那一代人长记，客家人认制作培训计划，给为办理说明会，还强烈关注专业感性上对说明培训计划，所以对人上交流就引起个意，独坐在透过口唱来学到两个翕纪录片，两个创作剧本，还个见识个技巧，来到专业个人认技术，同时也认识得到客家文化。子贡庙办宴前嘅照顾农场，含每提顺康旧生意嘅饮食农作物，协也条画面嘅本单都唔系专业嘅业人士，不过大部分台北客家沙气太好，判给客家养人制作培训计划，一条咩成功完成也系完整嘅纪录片，韩国今年又判给天人间，考场嘅内容比先前更加丰富，同时咩强到专业嘅欣赏性从内高。那今年我们特别加入了就是美学的特效，然后剪辑的技术。然后还有一些剧情片的一些制作，然后让今年的纪录片更多元丰富，然后有更多的想法跟元素在这个里面。那我们希望说到最后他们借由这个上课过程，最后他可以能够学会怎么拍纪录片，然后可以去拍摄跟客家相关的一些议题。然后我们也很希望说这次能有一些年轻人年轻的新的人可以来参与这个影像制作。对，客家养人制作培训计划说明会，不但请有效省人来报名，没有过多对养人有兴趣的退休民众来参加。其中有一类是报名第一届的学员，今年又再过来报名，就连台湾太后教授许荣基也来报名。伊希望做的是七个阿妹的故事，同台湾客家运动也有相关的议题。我同上爱哈，记录我妈妈哈，还有我去外界啊。去访问哈，伫外海外了了客家乡亲哈，复杂哦。我访问的话呢，我希望我有两方面的个记录。因为原来是有学拍那个照相的摄影，那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要能够真正的表达自己的影像，还有当初的情境的话，应该是动态影像会比较是能够表达出来。那刚好看到客家文化园区呢，他有举办这个活动，那我觉得还几个导演还蛮不错，就试着来看看。培训计划课程每对新嘅厨艺其实一直都九月三十，主办单位讲，无论系行业目，是为对系纪录片有兴趣嘅民众都做得来参加。每希望大帮培训计划为大家行康认识客家文化嘅内涵，每位导演出群大帮影像相互来交流。客家新闻发讲，林君勇特别无同。